靠在窗边那个你认识吗？啊，就是我。我是出来的时候才有想到，我邻居应该是还在的。对，我那个已经没办法回头去叫他。靠在窗边那个你认识吗？啊，就是我。我是出来的时候才有想到，我邻居应该是还在的。对，只是太危险。没有，就是我那个已经没办法回头去叫他。我们救出了三位受困者，那一位后来失踪是失去联系，我们自己找，结果发现疑似是确定是有一个人一样，可是。身份我们待确认，那其有原因我们会做详细的一个调查。